你们挟持我父亲，在王府，还指望不杀了何志吗？我们若是不把功业请过来，你怎能登我们家府门呢？我知道，你执意不肯与我儿成婚，无非就是心系着盛家的那个庶女罢了。以王爷之尊，天下未定。若要将一个五品小官举家灰飞烟灭，想也不是什么难事。 你等着，你等着，这天下已经在你们囊中了吗？这天下再不在我家囊中，盛家都不过是个五品。数百年人家，无非行善。小公爷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啊？这大晚上的登门。 请王爷行善，许我面见。哎呦，官家病重，王爷他替官家祈福封祭去了，不在府中。那就请王妃行善，放了我父亲。小公爷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我怎么竟听不明白了？ 那就只能留下我的尸首，和贤主成婚。这世人都说，齐家的小公爷脾气多似其父，温文谦和，最好摆弄。不想世人都是弄错了。我看你这骨子里头啊，还是有一股子傲气。 不愧是平宁郡主的儿子。我齐家虽人丁单薄，不复当年盛国，但是也不能束手就擒，任人欺负。我虽无功名爵位，但也是在官家面前露过脸的。永王府，即便权势熏天。 也盖不住这么大的案子。小公爷还是太年轻了。我们请国公爷来家里头做客，不是威胁你们家，而是有一些事情，我们得把其中的利弊一一讲明。咱们两家都是皇亲国戚，这我说句市井的话，抬头不见低头见。 怎么能动刀动枪，伤了和气？你们挟持我父亲，在王府，还指望不杀了何志吗？我们若是不把功业请过来，你怎能登我们家府门呢？有些话，还是得当着你的面讲才有效用。我知道，你执意不肯与我儿成婚。 无非就是心系着盛家的那个庶女罢了。你们要做什么？啊，确实，如你所说，你若执意不从，我也不能将你父子真的置于死地啊。可这盛家不同，以王爷之尊，天下未定。 若要将一个五品小官举家灰飞烟灭，想也不是什么难事。你等着，这天下已经在你们囊中了吗？这天下在不在我家囊中，盛家都不过是个五品。小公爷，你要死了，盛家那丫头必定也死。这齐氏一门绝后。 平宁郡主和齐国公，不就得守着一个空宅子，了此残生了？
天下之大，应才何止百万？你们为什么非赶着我们叶家来杀？若你们这样空有虚衔的人家，也能对着王府笑，背着王府骂，今后的天下，那还了得？我女儿想要的东西，往日里弄不到手。 如今世，好一个舍土情深，好一个母慈子孝。莫非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即深渊？你以为这就是即深渊吗？ 蠢呐！上天要沧海观江，我只好一败江山，竟然要落到你们这种人手里。 签了这一纸婚书，你父亲即刻便可回家，盛家从此也就平安了。 不管是公主，还是县主，我绝不会娶别人为妻。我祁衡要娶的大娘子，只有你盛明儿一个人。